千万要对家人好，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没有人愿意帮助你时，无论你好或不好，也只有家人会不离不弃。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就是信任，最伤人的就是谎言。毁掉信任就难重来，谎言会改变所有感情。有些事知道了就好，不必多说。有些人认识了就好，不必深交。失落时最容易看透人心，失败时最清楚身边人是真是假。帮助过我们的人要感恩，放弃过我们的人也要感恩。让自己看清楚人性，依然要坚强活着。生命不过是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，放下昨天悲伤，珍惜今天的美好，向往更美好的明天。